小朋友们，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奥特曼和精灵球的玩具。来看布鲁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精灵球里面有什么呢？我们来打开它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布鲁奥特曼的头镖，他的武器，给他戴在手上面。布鲁奥特曼对战古兰特王，嗨，哈哈，哇！超炫酷的布鲁奥特曼。来看捡到奥特曼终极形态给我们带来的精灵球，来打开它。哇，掉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同样是一个捡到奥特曼的武器，千兆战斗仪。终极形态的捷德有了千兆战斗仪，谁都不怕。今天他要收复古兰特王，哈哈！有了他，实力翻倍。我们现在看维克特利的蓝色精灵球。果然里面有两个武器呢，哈哈！维克特利要试试他的新武器，就你了，维克路加埃尔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哈哈哈！果然不同凡响。我们来看银河奥特曼带来的是什么武器呢？哇，这是他的必杀武器银河火花枪，砍招吧贝利亚，第四修姆光线银河防御，看我的银河火花枪，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。喜欢的话，点赞订阅，下期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